我就看去直接撞吧，司机。六扇门回归先接速九，这时候另一侧也开花了，让小白打掉，但是侧翼没想到，直接抽住了自己的一个背身，还是有回头打，然后 CDG 在抽巨斧。 这时候翻窗进来，办公室人看到对方还在，你也投住我，啊，这个 timing 真的是，而且还把自己给掉了，哎，那个人看到了，哇，这个 pick 的节奏是完全让实际兽是拉满了，是的，怪我们直接强抽双防，沙月在半坡是埋了一手，但是被小鹿原点发现。 直接被打下来，太伤了。嗯，RBS 的这个站位感觉像是，有这个部署啊，想要去卡一手的，两个一个夹角枪，先看能不能在车上打下来两个，先把这个分数拿了。但是可惜对方的反打也是很准。是的，别遇到了啊！这个猜错了，四九以为人家会从窗户那边过来。而且队友当时应该是在开车，应该有可能是。 有这个车身的掩盖，没有能听到脚步，但是不可以扶啊，还能扶吗？还是被捕了？已经被捕掉了。已经被捕掉了。等于十七在这种前期的圈型当中是连续撞击了两次。这里悟空在扶下的话也只有两个人了。三圈依旧，但是他被逐一击破的话，负 M 直接就可以全员压境了呀。是的，但是不好说了，小虎地雷，是的，而且后点这个应该是鱼人倒地，这个情况负 M 有机会扶吗？但是原点 MC 出现，龙宫却被打倒，这个我是没有想到啊，这应该是 New Happy 最后能够笑到最后了。哎，New Happy 也不是很舒服的，我真醉了，这边 Pero 甚至把男的直接补掉了。 Arrow 应该是四人都踩在鬼屋那一侧了，那呢？是的，太热闹了，这个电塔。过来，这个人头应该是 B 拿的。嗯。哇，他是不是以为结束了？他以为是止死。哇，那扫了一梭子，补掉了之后以为没有人了，差点出大事，但还是出了点小事。就是没有给 Web 一梭子的机会，不然的话，这波 FTI就毙掉人。是的。 和 FPI 前面是连续的来回的交叉火箭，最后一个人混烟，幻神撸的很大胆，先卡着一些补分。这边出枪的话 ，FPI 还在 pick 后面，这个时候有点上头了，我觉得，被拉回来一点点，不知道。FTI 倒地的人扶起来了。啊，天霸这里在扫车啊，天霸应该是有车队从海边过，你被天霸都扫成那么惨了。 我甚至是觉得天路如果说在这个北边信息吃的足的话，也有可能会参与到电塔的争夺当中。毕竟电塔现在被打了切角。这水里的憋死。好，再来看 4M 这里打了两个物理兵和龙斯哥，物理兵应该是防具刚才那一梭子，这全部被打了。4M 那一侧。哦，幻神打开突破口，但是物理兵补枪。 在打我李斌，我李斌打了两个吧，两个。他关键性的两个。从昨天上场都是被，就是除了刚才那一波嘛，就是两次倒地，加上上局的都是被偷了，就挺没币的，其实。确实。只要不被偷，还可以打一打。哎，这是什么六幺撞倒了马东西？嗯，啊，问题不大，应该毕竟是在圈内。后羿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打补枪协同就好了，问题不大。此分保底进账，南部没人了。这个 DT 和 DDT， 哥哥与 DD 之间的战争，谁是哥哥，谁是 DD？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宁家埋位埋的很好，高星这个位置想给对方制造投掷物的压力，但是侧翼被打掉了，而且近点进攻也被断掉。 原点天霸出枪，娃娃也倒地。现在目前DDT只剩最后一个人。这里 DT 的话被也是，这个时候无论在哪打架都会被旁边抽。
都会有那种遥远的枪线啊，雷的余震是把血魔给震倒，难的。他接完 DDT 还要接 CTG， 人家直接一发入魂，自己也倒了。FCG 是冲 FTY 的，是的。什么 CTG 要找对方 battle 啊？问题不大，打赢了。CTG 这个应该封点烟，看能不能扶人。五圈的圈还是刷在了北边麦田这一片的区域。是的。看起来的话 MCG 应该是冲有点难冲这个 FCG 哦，今天状态真好，我给打这波又打了两个吧起码，是的，结束好快啊，一瞬间啊 FCG 就将 MCG 的分数给，就是这把其实是第二名第三名那个追分的机会，哎没错，不过十七的人数呢并不是很多，而且两个人的推进能力呢确实要比天霸这四人满编推进能力稍微的要弱一些，可能会这个连打带补。再看 CTG， 是的，我这过点，阿西莱夫特。小左一向都是快准狠的那个人，哇，无威这个雷是有方伤害吃满，我去这。他关键是拔了栓的，然后本来配偶这就有一个先手击倒，对的，啊，只剩王骚骚啊，像王骚骚其实有点独木难支，现在林翔还在拯救猴王，天霸在用雷轰边路，这是十七拿分的机会啊，十七这个时候慢慢已经摸到屁股后面来了，是哎，完了，我感觉天路那边沉不住天霸了，应该沉不住了，那是太吃雷了，是的是的是的，现在 Pyro 也不会去管屁股后面这个坑，自己脸上的这个人还没解决掉啊，没有时间，那天霸就趁这个机会一波把这个坑给端掉，我天霸这一波是追回很多分数啊，是的，四分入账，而且还在圈，现在压力也给到了 Pyro 这个防区，这波天霸对 FJ 也没什么影响，现在只有南部汉打出这个编制了，关键是 FJ 少了一个掉了一个，天霸那两个人还在啊，十七又少一个，是最后一个了吧？嗯，还是小鬼，小鬼这个位置也太难处理了。是，天霸已经过来了。天霸开始反清了，想一下，冷静一下啊，不着急。天霸还在打北边，那北边对 FGI 更没什么影响了。天，拉出那个坑呢是有道理，就是如果说。南部有一支队伍，比如说三人编制出来，如果还有投射王在那个坑里面，天霸是没办法还手的。你提前去踩这个逃离这个坑，坑确实不是特别好。然后 SMS 已经贴了派罗近点，派罗主动出击，啊，特强先发的，哎呦，丝滑，今天肯定是吃了德芙的小左。小左已经五个头了，这把确实还可以的。那、马哥冲到前面去。哎，这波的话，小明能摸一手吗？要来了，要来了！主动出击，不，这真的是尝过赛没上过场的人吗？我晕了。当时在评论席的时候，最强王者，哎，骚的不行。原来是最强王者。啊，刚说完。刚说完就倒了，你也有点东西，我发现了。这个倒了次数真的是不少了。啊，这个被蓝圈电倒的血还没打起来。这损失一员大将不是很亏，是的，他说这波只能是被迫强顶 FQI 这个小的水塔，而林晓光的是一个人在盯天霸，那这样一来的话，天霸的优势就会被无限放大，好难扛，我觉得太难扛了，旺仔这里肯定扛不住，我来了，当心我的蔓延，打了一个了，打一个，还有一个，还有全让，全让有机会的，是的，七个淘汰了。原点零数将最后的，是的，把小明给打不上的话，天霸吃了，天霸吃了，我李斌也是好像不太安心的状态，是的，我不给分了。好了，那么恭喜天霸在第二局当中也是扳回一局，拿下十个分的成功时机，这一分一追，现在第一梯队现在目前有两支队伍，突然感觉不一样了。